对啊。啊，我好不容易把一个人拉过来了，之后欣姐就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她就走了。我也听不懂，我觉得那个时候想成功，我只能问欣姐啊，我得去问问她怎么跟别人去沟通。我怎么说让他们去那边贴英文怎么说？你告诉我一声，我去学一学。Which one do you like best? Which one do you like best? 太长了，欣姐，简单点。Hi. Hi. Hi. Look. 我们在这里。Look. Best. Best. Here. Look best 是吧？Look best. 凯哥，我已经让他们贴过了。可以再去贴一次 ，again。我好不容易有英语，就让我发挥一下 ，again，again，again。对，又去了，你看 ，agai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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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 ，her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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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baby，here，here，baby，here，here，here，thank you。No。OK。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，他们比的不是话，比的是语言功能。那我觉得，我拍完的照片，我的图片。好像在那个时候再精彩也抵不过他们的一张嘴。拜。欣姐，你平时看起来弱弱小小斯斯文文，可你认真起来可真虎啊。 Yes, here, beautiful, very beautiful. Thank you. Yeah. Here, beautiful, here, beautiful. 然后他们就一条条贴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。哦，欣姐这么多了。欣姐这么多了。哥哥，我跟你讲，咱们拉来的人全被欣姐说 here 就全贴上去，因为欣姐确实太美了啊！对，确实太美了，哎。不服是吧？我今天自己找脸啊，让你们看看。